你们要求婚吧？啊，对，突然拿一个，所以我在乎没谱。那你感觉演得很好。我超会演，我影帝呢。哦，好，厉害！谁装？等一下，厉害了，厉害，厉害！四颗，四颗，对不起，为什么四颗？刚才说两个，都是三颗，四颗，四颗，四颗。 八三颗，对不起，太久没打了，四个不会打麻将的人，是两颗，三颗，谁说打麻将的有人会打？七穿，没有，他没骰啦。然后你有花吗？身体好没谱，好你哦，我要对对对，打麻将就是有这很多垃圾话，我也有，庄家可以先出菜了，就是打第一张出来，打不要的对吧？对，当然打要的话，看要的，我没有错吧？ 嗯，所以我该胡没胡。哎，台上无亲戚。没有，专心。我专心啊！你不要再看大伯了。不是，后面出现那种不尊重的笑，然后碰不了你，碰，不捅碰，不捅碰，你干嘛碰？再碰了，你不然吗？哎，你碰完火又可以再摸一次。对，我要打一张出去，再摸一张。 我会。不过你感觉演得很好，我超会演，我影帝呢。哦，好厉害！我现在觉得有过年的气氛。好，来下一个，来。啊，对。我有法宝了。你不要求婚吧？突然拿一个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破千万。我想说，他突然拿一个，是顺的。 顺有用吗？都已经录完了，你不要给我管，我这一把要顺了。什么叫我不要给你管？我当然不会给你管。他就会顺顺的，一旦他不会走。他尿尿顺啊？尿尿也顺啊？你尿尿才不顺啊？太多吗？上流地表哎。会笑脸洗爪跪坑，尿尿不顺。笑脸洗爪跪坑。今天的节目高潮就是看阮今天怎么做相公哈。你不这里对，直接教我。我会。 我会，开始了，慢慢。我会。拿这一个吗？先换谁？我。你是庄家吗？对，我是庄家。你已经打出来了。都打了很早，我们也玩到很多，所以现在拿。是，没事。庄家，你冷静，现在没有。哎，我觉得我回去会不敢看这个波。我打了发。那请问西是谁打的？他打的。庄家，你就你凭哎，你张馨你打了发，你凭什么打西？ 我就顺不是白别，那我觉得这高粱好喝。这高粱，你也觉得这高粱蛮好喝的。两年代人，对他金门高粱在找寻，那个两年代人是喝出来的，你不是？不是，那个我是去了才喜欢。因为他们也想要就是年轻化，就是年轻化，我们会不会被淘汰？就像这样，抱歉。我被讲说，我心里面想的，金门高粱想要年轻化，但毕竟我们都要四十岁了。然后陈玉涵讲了，我说，哎，那怎么还在找你啊？对，适合我们这年纪喝，就是金门高粱，就是。但他现在想要主攻二十到三十岁啊。我们看起来就是到三十岁了，可以吧？来来，摸牌，